看看你。别碰我。哎呀，真是好酒啊，太好喝了。你说说，这么好喝的酒，没有酒友，这不可惜了吗？怎么样？你蹲着累不累？你是不是脚都麻了？过来呀！好喝。哎呀，你看看你。事儿嘛，我这天光灵能隔火。为什么？对我好，不怕我？以你的本事，你要是想伤我，我还能在这儿跟你说话吗？你不过就是生来与众不同罢了。这种感受，我经历过，我懂。村里人不懂。你放心，我会让村里人理解你。不用，他们恨我。拉姆啊。拉木，你有新名字了，火辣而醒目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就有朋友了，有青衡，有子吴，还有我，我们都是你的朋友。等你身上去了火，那些村民也都是你的朋友。过来呀，来。喝吧。子午，你当真看到嫂嫂在辣木兄长的酒里下药了？我昨晚看到嫂嫂买了一坛酒，后来又往里倒了一包药粉，说是要给辣木兄长去去火。这个辣木嗜酒如命，凭咱葵葵的本事，肯定能收服他。